那时，耶稣对门徒说：正如父爱了我，同样我也爱了你们。你们应存在我的爱内。如果你们遵守我的命令，便存在我的爱内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，而存在他的爱内一样。我对你们讲论了这些事，为使我的喜乐存在于你们内，使你们的喜乐圆满无缺。